有没有声音了？我们别去被拥抱，那又怎么再方向？爱情来不及变了，又送着风了却无效。I'm just a gunner for you, baby. As in growing, saying that I'm Judas, baby. Judah, Judah, ah, ah, Judah, Judah, ah, ah, Judah. 我是山地上的老酒鬼，老酒鬼就喝这个小米酒。Lucky not a young. What? My ball. My ball. Saya andung amaku.Asahaya bak makulai Nasa 好像贵子孩子要蛮大要十二个十八个都没有关系 OK 谢谢哈谢谢你们你们就哭了好不好好干哪我们要生日幸福快乐的妈妈的妈妈哎呀，真的成功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好长的睫毛。成功了哎！That's cool! That's cool!
个，等下啦。乌龙加精油，或是那个什么八酱什么东西的。别了，哎呀，我等一下。都可以唱，你唱什么都可以，国语台语都可以。你喜欢唱什么？妈六个比黑你，因你故事啦。阿吉曼诺因你故事啦，大家都比黑你。继续去，很好，再。好，再编一点，再编一点。很好，即兴创作，再。我受不了了。再一点点，像刚刚那样。即兴创作，那是再编一点德鲁古话呗。编是德国。再唱一点点那个乌龙嘎精油好了。哼。那个等一下，我想一想啊。直接唱，直接唱。来，开始，我等一下放给你看呐、啊，赶快看。你不会冷哦，你这个不穿鞋子很冷哎。好。OK， 开始。嗯，哥亲啊！很好，很好，继续，继续，快一点，再唱一点点。不用哥亲啊，把它唱一段，唱一段。不要了，不要。唱一段，不要遮嘴巴，你遮嘴巴干嘛？唱一段就好，一段。我去看，你是害羞还是怎样？没有了，唱一点点，快。是人道。你刚喝很多了，赶快唱唱两句。哎呀，我去新疆那边。No no。唱两句啊。好。我们去喝茶。哪里喝茶？你要去哪里喝茶？我们去喝茶。哪里？哪里有茶喝？如果这儿我去喝热水。我等一下去见情。你再唱一句啊，快点，再唱两句啊！新年快点，新年唱一点歌嘛！新年快点，再唱两句就好。这个录影哪闻得到酒味了？那这里面那个在那边哪里那个？那我结婚你不是也给我拍照？有啊，快点快点，哎，过来车子，车子危险，过来，过来一点车子。日文好，开始。お酒の一本お互いに飲みましょうよ。飲んだ後はあちこちゃいかない。そのまま飲みましょうよ。そのまま飲みましょうよ。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很好。对了，那个。再一点点。还让先。那个叫什么？那个日本，你会听吗？德鲁古的歌还没有一点点德鲁古的歌。喊啊！等一下，等一下，我。那你用那个德鲁古话介绍西岭村。嗯，你怎么讲？你自己介绍。一大鸟，马尔巴西加港。然后介绍一下这里环境啊，你小时候这边有种什么啦？哼。那个用德鲁古话讲哦，车子过来。不是，用德鲁古。下面很多，他们没说很。嗯。然后呢，我老婆跑掉了。用德鲁古话讲。对，我讲。不要讲国语，德鲁古话讲。妈妈。哎嘿，你怎么讲一半？我说用德鲁古话介绍西岭。哼。我讲啊，等一下，我们是不要遮嘴巴，你讲话就好了。你遮嘴巴干嘛？加杠。你不要动，我要抓镜头，你不要跑。等一下啦。我们去喝茶了。啊。喝吧。你再喝茶，不准给我喝酒哦！你不要再喝了哦！我叫他们，我们叫你，你中文名字叫什么？别，你的国语名字啊，钟什么？国语名字？对，钟，祖宗八代的钟。钟啊！锦绣河山的锦，魔化山的魔，哎呀！钟锦，钟锦魔，祖宗八代的钟，锦绣河山的魔。模范生的魔，模范生的魔，对，
几岁？51岁。民国几年生？59年生的嘛。啊，你德国名字叫什么？莫海。莫海伊玛。莫海，我叫这个莫。莫海后面爸爸叫什么？伊玛比林莫海，我爸爸。对。比林莫海。你叫莫海比林啊？我爸爸当然莫海比林，我爸爸是。不是你不是叫莫海吗？你爸爸会，你爸爸叫。本来是莫海啊。那爸爸叫比林啊。比林啊。那你叫莫海比林啊？爸爸在后面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啦？这是民国45年次啊。你是45年次。后几岁？我后年啊。几岁啊？忘记了，刚没忘记了。算了，跨年了，51岁了。56岁哈。等一下哈。好，那个德国话再见怎么讲？不行嘞，对，日文叫做“塞纳”是马哈瓦苏巴莱还是什么？谢谢你，还是谢谢啊。那我问点母语好不好？你讲，你教那个母语哈，我要遮嘴巴。那个没有啊，酒味很重，就这镜头又闻不到酒味，完了，只有我在这边而已啊。那个猪怎么讲？马尾狗，猴子母语教学一下哈，牛。干净羊米粒山猪摩亚克飞鼠 rabbit 青蛙 butter 那青蛙就很多种了，没就统称青蛙叫什么 egg butter butter 那个小鸟呢，天上飞的鸟啊，喷你喷你哈，这是个麻雀等等蜜蜂呢，蛙鹿蝴蝶 Gl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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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再讲一次好不好？我们是讲总称哦，总称这是嘎岛的啊，嘎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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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嘎岛，我那个蜜蜂很多种哦，统称的嘎岛嘎岛那不一样，那个后面那个一个别花了。说那个蝴蝶叫格拉维。格拉维。蜻蜓呢？哈东部东部。那是日本话还是德国话？我也不知道。蜻蜓是就是那个。四个翅膀啊。蜻蜓嘛。蚯蚓怎么讲？蜜水。蜜水哈。那个最草里面那个蚱蜢呢？咖喱，再念一次。咖喱，蚱蜢。咖喱啊。你有对半都说洋洋，咖喱哇。鱼怎么讲？粗鲁。螃蟹。蛤蜊。虾子呢 ？Abby。Abby 是日本话、啊。一样啊，我们好像我们在那懂。那个德国话怎么讲 ？Abby 好像是日本话哈、哦。虾子嘛。虾子怎么讲 ？A B， 好，那个菜怎么讲？八角菜呀、啊。菜呀、啊。八角。八角哈。花。蛤蟆。那好像那好像带进蛤蟆。那个是日本话，德国话怎么讲？忘记了。蛤八角蛤一样，看那个八角过。竹子。那个竹子 Lucky 啊 Lucky 木头呢 Coney 石头 Betuno 石头嘛 Betuno 石头看好那个烤火怎么讲烤火要生活是什么，就是很冷在那边烤火聊天烤火慢烤火嘛，再讲一次，麻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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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生活嘛。那个火上面那个烟叫什么？根味，那个根味。根味。根味。根什么？根味。根味。根味，那个根味。烤火那个很难念，再念一次，很难念。根味。
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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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根儿。你知道我们靠那个啊，白白根儿，根儿。风怎么讲风 ？Be her, be her, be her, 风啊 ，be her 就是吹过来那个风啊，风啊 ，be her。那个脸上那个眼眉毛怎么讲？这个很多人不会讲眉毛，眉毛怎么讲？因为这个汗，五本书来，你少么乱念什么书来啊？书来屁股，你这么乱讲。不是你还是那我是这个五本书来。你讲五本书来，你讲五本多两，我还相信五本书来，你在乱讲。哪个了？啊，真的叫五本书来吗？五本书这个眉毛呢？五本书来，真的吗？还有一个女孩子，那个宝贝，那个女孩子五本 BB 叫五本书来，这么乱讲，太猛了啊！那我再问一下，那个我脸上那胡子叫什么？马女吗？你，我就是。那个嘴唇怎么讲？嘴唇，嘴巴叫国王嘛。哪个啊？嘴唇啊，这两上下这个嘴唇的、啊。好，阴唇。你这么乱念、啊，嘴唇怎么？我问那个怎样不会讲的时候，我才问你啊，嘴唇怎么讲？这个叫那个等一下啦，先关。是什么？很多等一下。关你。等一下，你电池灭了。这个叫什么？在重生节令，那个女孩子的角度不是一样吗？然后你怎么了？好，我再问别的，再教一点。慢点。我看哈，那个慢点，很冷怎么讲 ？Must quit。母语哦。对，母语。Must quit。很热呢。大热。那个被水烫到很烫怎么讲？上慢。啊？上大嘛。再念一次。被烫水那个。对，很烫。生伽马，不是啊，是被烫伤了。生伽马。生伽马。生伽马哦。被烫伤了。那、哦。肚子很饿怎么讲？母来咕哒。母来。哎呀，我三天没吃饭了。母来咕哒。母来咕哒，母来。那个吃饱了怎么讲？没等一个的。没等一个的。吃饱了呀。吃很辣怎么讲？辣椒啊。对，很辣很辣怎么讲？闷一会闷一会辣了。很辣。那个如果吃很苦怎么讲？汗。吃那个苦瓜啦什么那个很苦怎么讲？还是讲难吃？你说那个，你要讲。很难吃怎么讲？很难吃。那还比乌滚。那白比乌滚。很好吃呢。马路比乌滚。马路比乌滚。滚哎呀，很吃的。那个闻起来很香啊。哦，不是西布什。啊？不是西布什。不是西布什。不是西布什。你念慢一点。不是西布什。不是西布什。没有呢，不是西布什呗。很好吃的。再念一次，慢一点。哦，不好发音，再念。那是西布什。那是西布什。哎，好吃。那是西布什。哎，那是西布什。那是西布什。哎，然后，快德鲁古打。对，德鲁古话，过来，过来一点，车子过来一点。那个，你叫什么名字？德鲁古话怎么讲？波海。不是啦，我说我要问人家说你叫什么名字，德国话怎么问？姨妈属，姨妈属什么？我还有。不是，我说你帮我翻译德国话，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讲？姨妈阿汉属。姨妈阿汉属。姨妈阿汉属。哎呀，你几岁？怎么讲？别喊高数的。你几岁？别喊高数的。别喊。喊高数。再念一次。比亚汉高瓦苏，比亚汉高瓦苏，比亚汉高瓦苏，比亚汉高瓦苏。哎，对对。那你是谁的孩子？怎么讲？姨妈苏拉克是还是什么？姨妈拉克苏。那我们讲的是我们说话的
姨妈大妈手姨妈。哦，你爸爸是谁的？哎，哥哥。姨妈大妈手。姨妈不不手这样讲。哎，姨妈不不手。姨妈不不手，姨妈大妈手。姨妈大妈手。哦，你家住哪里？怎么讲？那个家港。不是啦，翻译啦。我说那个德鲁古话怎么问？你家住哪里？我住啊，那个家港。我住西林嘛。不是，你这个真的喝太多。我要问人家说你家住哪里？德鲁古话怎么问？看，那水印哦。啊？就说你住哪里？再念一次。那水印哦。的哈苏伊努，纳苏伊努，本纳苏伊努，哎，本纳苏伊努，哎，他说那故乡那等，那个德鲁古话，我喜欢你，怎么讲？古婚是巴来，啊，古婚是巴来说爱你，古婚秘书巴来，哎，你我爱你吗？古婚是什么意思？喜欢，古婚是喜欢的，喜，古婚可以，秘书是你啊。哎，我说我喜欢你嘛，古婚秘书巴来，巴来就是你，我喜欢。古婚秘书巴来，巴来。哦，那个德鲁古话你怎么讲？艺术，艺术。他呢？黑呀，黑呀。我怎么讲？雅果。艺术，不是我一样啊？讲自己我怎么讲？雅果，雅果，雅果艺术。他。他怎么讲？黑呀，黑呀。他哦，我看哈，那个唱歌怎么讲 ？Muyas 啊 ，Muyas，Muyas， 就看看唱的是 Muyas，Muyas 啊 ，Muyas。跳舞呢 ？Magali， Magali，Magali，Magali， 哎 ，Magali 在跳舞。那个口簧琴怎么念？哈哈密卡端端端口琴吗？不是那个德鲁古那个拉口簧琴用绳子拉那个端端在嘴巴上那个是哈密卡，不是那个啦，德鲁古那个传统乐器啊，端端端端那个乌卷，当然我们乌卷是什么德鲁古话怎么讲？口琴。等一下会不会？会啊。口簧琴会不会怎么讲？德鲁古话怎么讲？等一下也还有随便拿一个叶子就这样过来过来，车子，他们讲了，好，没关系，那个跳过，那个瓜牛怎么讲？瓜牛，瓜牛，本欧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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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牛，瓜牛对，那个老鼠呢？狗日，狗日，老鼠，牡丹别，穿山甲怎么讲？阿龙阿龙啊，阿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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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山甲那个阿龙啊，阿龙，白鼻星那个呢？拉布拉布虎啊，拉布，啊，再念一次，拉布拉哈拉哈布拉哈布拉哈布，这白鼻星那个嘛？哦，白鼻星哈。我看还有什么哈？等一下，我想一下。哎呀，那个等一下，我想，那个我很生气，怎么讲？唔生古达，唔生啊，唔生古达，唔生古达，唔生古达，生气嘛？唔生古达，唔生古达。那我很难过呢。那该哭哭么？那该哭哭么？我难过嘛？比如说老婆婆说，那该哭哭么？我很想哭，怎么讲？林叔的哭，林叔的啊，林叔的，梅林一叔的，梅林一叔的，哭怎么讲？哭这个字，我那个好像我林斌一叔哭，我那严重的林一叔，林一叔，光哭就是林一叔的，梅林一叔，哭，梅林一叔，那个笑呢？Maulis 那个打架怎么讲德鲁古？Ginga 那是日本话还是德鲁古话？好像我们那个母雅就是
打字，金嘎暴力嘛。哦，金嘎，金嘎，他那个俗称人，这个要啊，你再出去。哎呀，那个，我要揍你，怎么讲？八公里的，这是我打你，这是八公里的。八公里的，八公，叫我公还是八公？打。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八公里的，就是这样。八公里的，我八公里的。哦，那个，你给我小心一点，怎么讲？他拉行啊你。再讲一次。拉行哈里。格拉罕哈里，哎，小心哦！这是格拉罕哈里。啊，格拉罕哈里。哎，那个说谎，说谎怎么讲？格布林。哦，格布林。骗嘛！格布林。骗嘛！对对对。骗。抽烟怎么讲？德巴古，哎，一样那个日本话。抽烟怎么讲？一样啊。那德巴古。tobacco 烟嘛 ，tobacco 哈，我看哈，哎，我看，哎，我看那个谢谢怎么讲？阿里嘎一样日本话，阿里嘎多，不是，德鲁克话怎么讲？一样阿里嘎多，那个再见呢？那 how are you 吧来着？还是那是谢谢，那是谢谢啊，哎，阿里嘎多是谢谢啊。再见怎么讲？不想再见了、啊，哎、欸，我们还明天呢。不是，我是说，拜拜的母语教学怎么讲？你是说什么先淡了？那个叫什么？哎，母多了点。刷牙刷什么？刷牙什么东西？什么？刷牙打狠是？还什么？狠。明天见了。明天见怎么讲？你个。这个你要重复，嗯，你这个话我好，那再介绍一下你德国名字。Bohe Billy 啊 ，Bohe Billy，Billy 还是 Billy？ Bohe， 我叫 Bohe 嘛，嗯 ，Billy，Bohe Billy 啊，五十几，56岁啊。对啊，妈，你在干什么？我是问你年纪，56岁是吧？对啊，民国45年是哈。是。德鲁古哈，不还有不？你爸妈都是德鲁古吗？会话我是，有的是爸爸是德鲁古，妈妈是阿密斯啊。没有没有，我不用，我不是混血。哦，你就是爸妈都是德鲁古哈。这里叫加港对不对？对。万荣怎么讲德鲁古话？万荣。马里巴西。马里巴西。万荣啊。哦。好。那下次拍你唱母语歌哈，还是你要跳一段那个德鲁古的舞，一点点。我不会唱，我那个亲家母比较会唱。好，那下次再拍你们一起唱歌啊，好吧？啊，新年快乐啊、哦！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哈！哪里有了？我这次要录影了，我这次。没有没有，我被我老婆咬。好，那我用我的吗？啊，没有。我这个手要录影的。你故意的，电话嘞。那个，那我下次再录你哈。哪里哦？好，那今天先录到这边哦，下次再问你那个母语哈。好，谢谢。德鲁古，德鲁古话。我们是德鲁古。好，谢谢，好，拜拜。招到手。好 ，OK。招手一下。怎么的？对。新年拜个晚年嘛。啊，拜个晚年。没有，是说这个桶子变了。没有，我要换一只。好，来这只手。OK。感恩，新年快乐，大家。好。不要撞大钱。你三里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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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问是万一？马戏的爸爸妈妈的你说。10个有9个离婚，爸爸是算奇。
提供一个。嗯。怎么了？这个外卖有土病嘞！生日也要请他来。道道的主